时刻，让我们欢迎宁姐、潘叔和时代少年团带来音乐小品《葫芦娃》。 不好了，爷爷被蛇精抓走了，快去救爷爷！救爷爷！走吧，走吧，这个老头赶紧回家。每天吃四顿饭，吃饱了之后还让我嗑瓜子，我都嗑了十斤了，嗓子都嗑哈了了。哎，我发现呐，你还真是能作妖啊！ 不光自己吃，还拉着我连吃带喝的，我一个蛇精都快胖成蟒了。你再不走，我吃了你，信不信？你不是收留过好几个孤寡老人吗？其实也不差我一个。你是孤寡老人吗？啊，你那么多的孙子，满山遍野的找你，你在这儿跟我装孙子？说实话。 我来你这儿啊，是因为那几个孩子太孝顺了。哪有人嫌孝顺的？要是按摩的话，都按7次。<笑>吃面条我得吃7碗呢，跑圈我得跑7圈啊，能把晨跑跑成夜跑啊！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<笑>那你就跟他们说呀。 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，我躲着他们是怕耽误他们的前程。你的孙子都是植物啊！爷爷，你们刚刚说的话都被二弟的孙凤儿听见了。我们几个商量好了，确实该出去闯闯。是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、老七，我们走。 等等，孩子们，你们这突然的要走，爷爷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。舍不得我们就不走了，爷爷。在外边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孩子，想好了出去以后做什么吗？我是大娃，力气大，我去当搬运工人。哦，你去了，开挖掘机的都得下岗。我是千里眼顺风耳。 我想当交警，你可比电子眼厉害。哼，我是铜头铁臂，刀枪不入。我想当打工人，有出息。嗯，我是火娃，我要卖烤串。哼哼，炉子都省了。我是水娃，我要开澡堂。 你们俩人合伙开澡堂子吧，一会一水，还能蒸桑拿呢。嘿，我是隐身娃，我只会隐身。以你的能力，可以帮着警察抓小偷啊！哎，我是七娃，我会盘葫芦，我要卖文玩。看你这葫芦，至少盘没了仨老头了。<笑>好啊，你们是都有出息的，爷爷。 就放心吧，我们是金刚葫芦娃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。 啦啦啦啦，叮叮当当，咚咚当当，葫芦。
感谢明姐、潘叔和时代少年团，非常欢乐的一家人啊！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个表演呢，祝愿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马上进入下一关，超稳微云台夜拍式王牌 ，vivo 王牌时刻，马上进入妙笔生花。这轮叫做妙笔生花啊，就是画画的首尾接龙，第一个词儿和最后一个词儿就画我们已经给出来了，中间必须你自己上去作画，然后让后面的人去感悟，哦，你画的是什么，然后呢自己的画首字得和对方画的尾字接上，你画好之后对着我们的游击轻轻地说出来我画的是什么，比如说我画了一个话筒，偷偷地告诉他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回对好吗。过程当中呢，也请王牌女郎狒狒用我们的 vivo X60 系列手机全程来抓拍，因为它拍起来特别的稳，有微云台拍什么都稳。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欧贝尔。贾玲，你要根据腾哥画的是什么，首尾要相接。耳朵。下一个，花花。计时了，只有十秒，只有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这啥？耳朵上。无语。这，来，小童，五，小女孩，没想到他画的是什么，我只是想画一个小女孩，可以，就是这么任性，这个不负责任，这个精神，这样画面好圆，是谁感染你的呢？接下来，距离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完事儿。孩子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小不点儿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快去说。点滴。贾玲，你以为他画的是热水袋？哎呀，小海腾，时间到。袋鼠，你这个非常关键，能不能接到最终的答案就看你了。计时，你又得联系这个，又得联系最后的啊。你要想前一个是什么，后一个你得联系到什么？完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时间到，走马灯，什么玩意儿？四个字形容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是可以的。第一个，书包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对，最后一个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光明，这个太扯了吧？灯泡吗？不是。光明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一个简单的复盘。腾哥，书包你画的是包贝尔。包贝尔，我也猜到了是包贝尔，我还以为是啥包工头啥的。我也以为是。好，我画的是耳朵。耳朵，贾玲画的是耳朵，漂亮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那个耳东升。你要接多啊，耳朵的多。书包，包贝尔，啊，耳朵，多尔衮，可以，多尔衮。小偷，过。滚蛋吧，肿瘤君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
画的军什么呀？军。军。什么东西？这军啥呢？君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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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出来得是个君子。这是紫什么呢？我画的是个紫檀。你说是紫砂壶也就算紫檀。紫檀，他那个画是个檀鱼儿。马铃，那个马铃。想玛丽了。铃儿画的是檀鱼儿。他如何使用呢？这个弹圆？哎呀，这个就是得有点技巧。他是一捏俩腿儿，完了那个嘴儿就张开了。雪，鱼儿，这余光，那个余光，余光，这个就是余光，就这个叫余光。一个人的余光吧，看到光明。光明，余光，真能编呐 ！OK OK， 把这个圆回来了。前面是啥，完全不。